那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能够来参加我们第二次的这个中兴大学所举办的笔译比赛大会。那看到大家这么兴高采烈的，而且是踊跃的来参加，我真的感到很欣慰哈。我想翻译这个东西，其实最开始的动机其实我很单纯，因为我觉得说我们系上的课程里面比较缺乏这个部分的一个训练这样子所以我想动机上面是希望说能够补足这一块，而且是很快速的补足，然后是在游戏竞赛当中去补足这样子。很高兴这次可以担任中兴大学笔译大赛的评审。那我们这次的题目呢，是出自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那是在华文圈非常受欢迎的一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的时候还有改编成连续剧，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功夫的这部电影里面有用到《射雕》里面的打狗棒法这个典故。那我们都知道《射雕》里面的两位主角郭靖跟黄蓉，一位最厉害的功夫就是降龙十八掌，那黄蓉最厉害的功夫呢，就是这边看到的打狗棒法。那我们作为译者呢，在把这篇文章翻成中文的时候，我们也有9个很厉害的招式 OK，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做中译英的时候呢，要注意的首先是动词的选择，因为英文的句子里面它的字眼其实就是动词，你动词选得好的话，其实整个句子在展开的时候可以非常的漂亮。那动词选好之后，其实还要注意的有时态、语态跟语气这3个部分。那我等一下会挑出我们这次比赛当中时态、语态跟语气我觉得处理的蛮特别的同学的作品来讲解一下。那除此之外呢，射雕它是武侠小说，那武侠小说里面一句话就有好多个动作，我们在把它翻成英文的时候最难就是那个动词的选择，这么多个动作你要选哪一个当主要动词。那我会请同学想象一下，你好像在把它拍成电影，那你就用分镜的概念去想说我应该什么地方是拉近的近距离的镜头，那它就是一句，那什么地方的动作是连续的，那你就可能变比较长一点的句子来处理，才会用到分句法跟合句法。这边等一下也是从同学的作品来解说一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翻译《射雕英雄传》的时候，有一些文化词会一些比较不好处理的动作，你可能需要多几个字才翻得出来，这时候你可能就需要用到增益的方法。除此之外你还需要用到简易法，譬如说我们中文在讲话的时候安享天年、寿终正寝其实是同一件事，但我们喜欢讲8个字，那你翻成英文的时候不一定2个片语都要翻出来，所以有时候也会用到简易的方法。那再回到动词的部分，我们刚刚讲到武侠小说动词很多，那你不可能每一个动词都挑出来当主要动词，有的可能需要用到词性转换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词性转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那最后则是文化词的处理，比如说包喜若这个名字要怎么翻，她的丈夫跟她的个性很明显是相反的，所以她叫做杨铁心，那你有没有把它处理出来呢？OK， 除此之外还有地名，像是红梅庄等等，我们来看一下同学都是怎么做处理的。喂，各位老师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想要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然后我自己觉得有5 main points， 然后第一个也是时态，就跟刚才那个张老师讲的一样，第二个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就是说 word choice，然后第三个是策略 strategy， 还有第四个也是刚才有提到的，可是我的 emphasis 有一点不一样。反正我有2点建议，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继续当译者，就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多看书，然后这个也 applies to 我自己，因为我的英文比中文好，然后我常常想要用中文写，就觉得什么词不达意，就像那个 level 就从比如说大学生就降到国中生，所以这个也是我给我自己的建议，只是可能大家是另一个方向。然后还有一个我最后觉得很好玩，就是如果你们没有事就可以做一些 back translations， 所谓的 back translations 就是比如说可能本来是英文翻成中文，那你就可以把那个翻成中文的自己先翻成英文，然后再去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些评语。要翻译这本书，我说要试，要先试，不见得会选我。
我要先示意给他们看。所以我还没有翻，发给各位的是一个初稿，而且各位的很多想法在里头，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那个初稿，那因为是初稿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然后呢，其他两位老师有讲过很多非常重要的一些想法，像时态跟那个策略，所以他们比较聪明，他们有几个点，我有33个点，我有太多的点，所以我就会用英文，可能用英文会比较快。而且呢，你们都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but we could only select one first prize winner and but I thought a lot of your translations were very creative. There was at least one creative idea in each and every translation, and you'll see yourselves represented in the version I've produced. So Charity Bao, the merciful, again sounds like a king, as Professor Hu mentioned. A charity is a woman's name, so it's not a great translation. Charity sounds a little bit cold, doesn't sound very warm-hearted or tender-hearted. I mean, you give to charity, but it seems like something like a duty that you should do if you're a Christian, so it's not a great choice, but it kind of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renci. Had been kind-hearted or benevolent. Kind-hearted is an English word. She has a kind heart. She's kind-hearted. Benevolent is a Latin word. It's from either from Latin or through French. 接下来颁发第三名，得奖的是中兴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进修部3年级李佳媛同学。接下来颁发第二名，得奖的是中兴大学科技法律硕士班2年级吴宣佩同学。第一名得奖的是中兴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进修部3年级张伟婷同学。笔译大赛到此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谢谢各位。